首先感谢民间友人提供口袋名单，这家隐秘小店真的让我们惊艳。开场就来盘泡菜清清口腔，鲜虾培根卷已是烧烤店的必备，然后来串多汁的孜然牛肉串，调味较重的肉串配啤酒绝配啊。烤猪小排已经将肥油烤到化掉，不吃肥肉的人可以尝试看看。烤鸡腿外皮酥脆，肉质又软嫩，里外搭配起来口感非常的融洽。海鲜的鲜度也是这次的亮点，凤螺直接吃到食材的鲜甜，扇贝也是熟度控制得宜。烤大虾呢是将外壳烤到脆化，但是肉质还保有丰富的水分，生干贝的鲜甜就不用多说了吧。如果有巷弄美食或者是口袋名单，拜托跟我们分享一下啦，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嘛。